周战功，嚯、哦，这都是大名头，萧道成了。对，养心殿这乾隆的印章，印章不对啊，嗯，字儿写的没有力度，纸也不对，这不是乾隆纸，这一看染色的，而且这上面你看，萧道成是什么时候的？南北朝。他写他不能在清代写呀、啊？是啊，不是这个是乾隆收藏过。对啊，章不乾隆的章不对，表也不对，表工也不对。表工背后啊，也不是这种纸啊，老的也不是这种纸，而且上面打蜡，这都没蜡，这都破旧，破旧痕迹很明显。我有一个那个谁的，沈括的，我操，这名儿太大了都啊，沈括的，我这装兜我给拿出来了。沈括的名儿也大啊，沈括的我就没装进来。这字儿写的不行啊，这字儿你看这笔道，这都哆里哆嗦的字儿写的，最起码毛笔都使着。他不是政治家吗？政治家字儿写的更应该好，人家玩笔杆子的，比这字儿写的这撇子撇不出来。这是钢笔字写多了，毛笔字不会使，是吧？我看字写的也一般。哎，怎么不是一般的字？太次了！你想，哎，我说那前的政治家字写不好，当不了政治家。那时候现在说你这秦桧的字，秦桧的字也非常好，你字写不好，不让你当官了。对，后面那个落款呢？后面的签字那个，看后面谁落款？看后边，这不是杨进，这都是大名头啊。嗯，还有米芾的是吧？这都不对，这个太假了，这个不是一点半点的假。这都是机器做出来的啊，就是后仿的，就是后尾的，还不是后仿的。你要说仿的，还行，这不是仿，这是做的，这个样子没有，这是伪造的。沈括那个在我们让他们看了，他这个纸没问题，字儿都也行。